其实想买武清，但武清那时候觉得贵。武清啊，武清那个地方挺好。嗯，但觉得贵，然后觉得不值。你们都开始租房的地方了？租房才是贵啊，我觉得特别不值，所以我就没考虑。但其实再扛到这两年买就合适了，因为武清那也有房价降到八九千，就是原来买的哎无所谓，你这个东西都没有，你买了就买了，反正对、啊、对，谁知道当时会啥动作是吧？所以就反正也没有自嗯，我觉得主要是方便。四十几万，五十平46万，那很合适。